感谢大家。那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的所有的媒体记者先生小姐啊，今天拨空呢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幕记者会。王牌谍对谍啊，节目呢即将在6月13号晚上的8点到9点，在东森超市33台啊，33台，礼拜一到礼拜晚上8点到9点啊。首先感谢大家啊，为我们多多的宣传，多多的报道。那最重要的，我跟焦凡凡合作，那凡凡呢，这个人气很高啊，对，像妇女的感觉。我们呢要靠他啊，现在的世代不一样。叔叔伯伯阿姨都来助阵，特别谢谢郭哥啊，今天刚刚录完一场，还要帮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，好，谢谢唐飞啊，钟恒，那这边我们是下一场的啊，子璇、陈润啊，爱与爱，还有那个亮泽啊，刚刚公布的那个6月13的开始1到5晚上的8点到9点，超市33台。这不是假消息，如果是假消息被我抓到，我花300来。丹丹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次跟哪个主持啊？那心里压力有没有很大？因为已经第4次，我承认第一次的时候压力实在是大到最高点，大是正常的、啊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但是因为已经录第4次录影，然后会觉得哎，有慢慢感受到哪个 tempo 就是快很准。然后就跟上他的节奏就对了、嗯，可是慢下来就会很明显，就会被发现 是怪怪的，是间谍还是没睡饱这样，所以每天每个礼拜三都要睡饱。这什么是重点？因为睡饱脑袋会比较清楚，对，然后没睡饱的话就压力一大，哇，表现就不好。对，因为这样年轻人晚上都不睡觉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节目又早录，我们早上10点半就要到，11点就要开录。所以呢，他们压力大是大，因为怕晚上没有睡好。就没想到是调时差的部分压力大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对。那奶哥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？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因为他也是第一次算是正式的主持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完全第一次。啊、所以能够这样子的这表现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啊、当然，因为我的别的节目他也常上，所以也跟他算有常常碰面，也算熟。所以呢，我们做起节目来还算蛮得心应手的。哇，谢谢奶哥。啊，其实我跟他讲就是说，你也不要压力，你就想讲就讲，想说就说，其实就放松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嗯。哦哟，其实来讲放松就好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好的，好的。你看我们大家都放得多松嘛。OK OK。是不是？好。哦，那唐飞也第一次录我节目啊。对。对，是不是？那他放得多开啊。真的，还缺歌这样。对呀、啊。缺歌很嗨。结果缺歌照完是很好玩。哎呦，先不啊，不，先不破梗。奶哥刚刚哥模仿对，对呀、啊。哦。我也没有哎、欸，我也没有follow啊，我只是觉得就是说。艺人啊，其实有时候他们就是啊、把自己想表达的，或者是想要抒发的一些文字或内容，啊、可能看到一些社会现象。那当然因为艺人都是等于说都是我们讲站在整个媒体的最前面嘛，啊、那很多人就会把这个东西去放大，或者是可能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。但我觉得，当为艺人啊，就忍着吧，对不对？因为艺人本来就是能忍则忍，对。奶哥也是受害者，我受害太多年了，所以现在我能不讲，我就不讲。对啊，对了，对了，真的真的，好吧，嗯，还有吗？所以你算是挺过瘾的。我好犀利啊！人家来一个认知作战，看你就是挖坑。犀利，都已经说能不讲了。你反正得罪也得罪光了，再说一点也无所谓。没有，我讲啊，都是艺人朋友啊，我们是惺惺相惜啊，哦，大家都是艺人嘛。其实你要知道，现在演艺工作也不好做，哦，真的很辛苦。那大家都希望能够和气生财，哦，所以呢，也希望大家这个事情呢也就此打断，哦，因为也一段时间发酵一段时间了嘛。啊，那郭彦均他自己本身承受的压力什么的，那他，我想他也学到了啦，啊，不止他了，像还有之前那个谁，
徐小可啊等等的，啊，所以我想大家都学到一些我们讲社会的一些经验啊，或者是针对一些发言的一些拿捏，我觉得也不是坏事的，啊，大家怎么样去让社会更和谐、更融洽，啊，就像我都在学习哈，嗯，我们都在学习，到老学到老。哪个那个结婚是有进度了吗？谁？比如说他那个他们结婚啊，要席开几桌这样子，你觉得要几桌才够？我不会，我们基本上也不会太铺张的人了。你看我女儿结婚，我们也不是到最后媒体是经过别人转载才知道我女儿结婚，对我演艺圈基本上一个都没有请啊。哦，所以也不够朋友了。那儿子会全部都请，好不好？不用包礼金。不，谁不包都可以。郭子乾一定要包，被指名了。他搬家当年搬家，我送他一个40,000的冰箱啊！哎呀，因为那40,000块的冰箱才找到现在的老婆。送他的冰箱就是他的当时还没有认识的老婆，真的送他冰箱到他们家，这样是认识的，真的真的哇！这段姻缘结的送了一个老婆，因为我欠40,000块那个去买冰箱的钱，结果我现在的老婆就在那个厨具店当会计。我去交钱才认识我现在的老婆，所以说乃哥是间接的这个媒人。所以说谁不包都可以，他怎么不包？我包80,000，先讲好。月老，郭哥可以吗？80,000可以吗？没问题，对不对？谢谢郭哥。80,000呢？你人不来没关系，别别别，你承诺你刚刚讲的，你什么都没有要邀请嘛？对，谢谢郭哥。低调。有录影的，他刚刚有说，对啊，他说他不，好不好？他刚刚说他不请任何人。两个冰箱。我说我女儿，我儿子是每个都要请。他在姑江大概要几桌？恭喜啊，恭喜！也不会，不会的。50桌，不会，也不会，不会铺张。顶多也就30-40桌了。对啊，不会，因为我女儿是30几桌嘛。俄罗斯那边会过来几桌？他们那不会啦，就自己的父母亲啊，家人啊，家人，对啊。他们要就是俄罗斯那边要办登记什么的吗？不会啦，他们应该就是他们会去。其实感觉哪个不清楚的。会去度个蜜月啦。哦，度蜜月。去度个蜜月吧，对啊。OK。今年会先。今年不会，今年会登记的。会登记。对，会登记。然后我们是安排，因为今年疫情还这个混沌未明嘛。嗯嗯。啊，看明年了，这样子。普丁会不会来证婚？那大概几月会登？你干脆问他们要不要去克兰医院。对，他说请普丁来证婚，那当然是接说你女儿要不要去乌克兰蜜月啊？没有认识到这么远，太夸张了。我想凭我这一路来哦，这对我最不友善的。哪个？就哪个？昨天不是还在怀念我？我想说布丁，文正不对，文正这是几十年了，还在挖坑给我跳。你看，哪个？那我想说，大概几月的时候会登记吗？应该是90月吧。90月那时候他6月底要回去，要回去3个月。要办一些证件啊什么的。嗯，哦，那小儿子到底什么时候毕业啊？小儿子啊，基本上他算是9月、10月就毕业了。哦，那也差不多那个时候可以配合。对对对，但他就要写论文了。那没有，今年我他本来就今年不会结婚了，就是要也就是明年安排了。嗯，这样子。嗯 ，OK， 好吧，不好意思，人家艺人来这个是捧场节目，都问到我私人的事情。问结婚的事。婚宴呢？请问医师好像有个医生，彰化的那个神经科医生孙立伟，爆偷吃人妻，你认识这个医生？我不知道。怎么办？哪个你？那你去问瓜哥。他是经验谈。可能没有，可能是我接手没有碰过这个医生。那可能在之前，可能瓜哥在就是主持那几年有那个。那之后再找他。我当制作人，你再来问我啊。好，谢谢。好啦，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好。那个中间，那个中间。来左边来，左边那一个，
好了 ，OK 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爸爸，爸爸，小白来，爸爸来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爸爸来，来中间，好，中间，中间，其他中间，来右边，右边，你的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好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这里。来中间，来中间，再来中间，再来。想说为什么要这样？你摆那一下。好。来右边，来右边再一个，右边再一个，右边再一个，来右边再一个。往右边一个。来右边，右边。往右站一个。来右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来左边。来左边，左边，左边一个，这边。这里，比爱心，好来。这边郭哥。好，先吗？哪个跟郭哥？啊，哪个郭哥？哪个去换衣服了？哪个换衣服来，郭哥先。那当然最重要的啊，我们能够在这个东森超市呢，能够开辟这样一个啊新的节目，谢谢我们东森的长官啊，这个台长啊啊对我们的支持。那当然了，这个节目绝对啊，因为他们也录过一集了，感觉好玩吧？好玩啊！不知道，郭子乾都跳下，他急着都想参与啊。那我要特别谢谢我们东森的董事长。我们谢谢我们林文渊林董事长今天特别到蓬莱给我们加油。你很紧张啊！来，这边来，这里，要调的感觉。来，调一下好，来这边。OK，OK， 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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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可以放。来，联邦，来，联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上单就开场，不要单独照。要单独照相。来左边，来左边，好，先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好，来右手边，右手边这边，左边，右手边这边，来左手边，这里这里，左手边这边，来再换一个 pose 好不好？来中间再一个 pose， 来中间 ，pose， 互动好不好？互动没关系，来中间，中间，来中间。来右手边，右边，右手边，右手边，右手边，国哥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来左手边这边，左手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来中间再一次，来中间再一个，中间再一个。好了好。右边，右边，国哥一个，国哥一个。
好，来，中间中间，多一点动作来，来，来，右手边右手边右手边，他是皮手，左边右边右手边右手边右手边，好，关到左手边，来中间再来一个，中间再来一个，来中间再来一个，中间一个。右边，右边看一下。来，右边，右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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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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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